仁清法师，佛堂中的供品。有人问，师父，早资我不敢供。错了，要我吗？早，我要好好的供。不行啊，不是说糟了，糟了吗？我说那是糟了，这是早。早成佛，早成佛就指着他了。实际上我这是给他开玩笑，早是食品而已吗？你叫他个早，非得听成糟了，为什么呢？又说离不能共，不分离，不分离吗？要我的话，我要共。离苦得乐跟六道分离，跟恶业分离吗？实际上离也无非是一种食品，就是这个含义。不要把世间的那种知见带入到佛教内部来，那是非常不如法的。还有一个佛弟子到处宣传，你不能吃藕啊。为什么不能吃藕呢？你想，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是在莲花上出生的，那个莲花是藕结的吧？你现在吃了那个藕，还有能有莲花吗？有人来向我说这个话，我就开玩笑说，你回去告诉那个人，你说师父说了还继续让我吃藕，为什么让我吃藕呢？师父说了让我吃你那个藕。麻烦了，吃那个持有邪见的那个人的藕，持有邪见的那个人往生不了，吃藕的那个人没事吗？这种笑话只能在民间，咱们学佛的人也有不能吃藕，吃了藕不结莲花这种知见的话，那纯粹错了。佛教的是念佛能成佛，不是说不吃藕就能成佛。百味饮食在这里展开，实际饮食的有好多种，比方说我们可以单独的供佛的食品，单独的供是可以的，这样比较好，比较庄严，也比较如法。如果真的没有机会，没有那个能力单独给佛做饭，那怎么办？就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可以做出来以后，先端到佛堂上供一下，十来分钟，五六分钟，念一下可以撤下来吃就可以了，没问题的。我们这个地里产的新鲜的水果，或者买来的新鲜的水果，新鲜的蔬菜都可以，处理好了洗一洗都可以供。咱这个上供有很多很多种，鲜花是一种供品，水是一种供品，茶水也可以，可乐也可以，牛奶也可以，蜜糖通通可以，固体的食品通通可以，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。比方说我是个收藏古董的，我购买到一件心爱的古董古玩嘛，非常喜欢，可以供一下。供佛吗？因为你喜欢。大家知道不知道安玉王？古印度的一位国王，安玉王非常有福报，非常有威德。实际上他是一个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就是他统一了整个印度，很多大臣部队都听他招呼。根据经上讲，皇宫周围40华里范围以内，上边的天人和底下的鬼神都是他的眷属，都听他的话。他一声令下，不用特殊的仪规，40华里范围之内，上边的天人和底下的鬼道都听他的话。为什么他具这么大的神力威德呢？过去释迦佛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是个小孩，他跟几个小孩曾经在恒河边上玩，光着屁股在恒河边上玩。玩什么？玩那个沙子，堆起沙子来聚佛塔。这时候佛陀和阿难托钵化缘从他身边经过，这个小孩就看到佛陀那种相好，佛陀那种威仪，
心生欢喜。小孩又看到有很多信众拿着各种好吃的，就倒到释迦佛这个钵里。这个小孩由于他过去的善根开显了，让同伴帮忙把自己玩的沙子捧起来供养佛陀。释迦牟尼佛欣然接受，把这个钵往下一降，让他把这个沙子放到钵里。释迦牟尼佛就对阿难说：阿难啊，我们今天得到宝了，回去把这个沙子加持一下，装修到我的房子上。回去以后，释迦牟尼佛用脚踩了一下，加持这个沙子，再让阿难帮忙将这个沙子涂抹到释迦佛精舍的房子上面。释迦佛受记说，400年以后，这个小孩还在印度应世，他将是一个转轮王。由于他供养沙子的这种功德，他得到转轮王这种果报，巨大威力和功德，能够把释迦佛的佛舍利于一夜之间造84000佛塔，分到世界各地，他就有这种善根。据经上记载，阿育王是供养第十天，也就是玉皇大帝，供养了一个金的曼荼罗，曼荼罗是代表了须弥山啊。中间三层，包括底座和顶部，一共是5层，即黄金的曼荼罗。用了多少黄金呢？1000两黄金。这个曼荼罗，阿育王就打造了这么一个曼荼罗以后，供养给第十天。然后第十天下令，命令鬼神于一夜之间造了84000塔，各装一颗佛的真身舍利，分往世界各地。当时世界上如果有1亿人的地方，就有这么一座佛塔。因缘成熟的，就慢慢地把这个佛塔建起来了，供起来了。因缘不成熟的，就把这个佛塔隐藏起来了。说这个供养有好多种，上面提到的都是事项上的供养，还有一种供养是一遍无量。这个一遍无量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去观想，比方说人家买了一束鲜花，多少钱多少钱来供了，可是你的钱不够，或者没有能力、机会或者因缘，怎么办？可以观想，你可观想2朵鲜花供到佛前，3朵鲜花供到佛前，1大堆鲜花供到佛前，那也是可以的，功德也是非常非常之大。别人买2个苹果供一下，你买不起，就想来一座苹果山。好家伙，你那个苹果可比别人的大多了，一座苹果山。这是供养的一种方法，当然还有外供内供、共同供等等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。但是不要一听了以后大家通通不供了，不花钱买了，开始用观想了。事项上的供养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事项上的供养是一种缘起，借着这一种缘起再去观想，再去念咒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像我们僧人在寺院吃饭的时候要出食，出食啊，7粒米或者1寸长短的面条或者1块馒头等等，借着这种因缘，根据这种观想和咒力的加持，这个食品遍满10法界，所有一切有缘众生悉皆饱足，在他们面前显现的是百味饮食，无上甘露，无上妙味。事项是一种缘起，我们不可以完全废除了事项，